Thank you.
点亮心灯，放飞梦想。接触到了一些盲人，也尤其接触到一些盲童，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看我们能为残疾人能做点什么。祝大家多多支持慈善演唱会，扎西德雷。爱让我们默契勇敢，让爱化作音符，为爱点亮心灯，加油，点亮心灯，放飞梦想，化作我们努力拼搏的坚实力量。关于点亮心灯放飞梦想的这个系列的音乐会，是大概在四五年前，偶然接触到了一个关注盲人的一个公益组织。音乐会的一个意义就在于让这些盲人的孩子和一些成年的盲人，他们在这两个小时里用耳朵去饱览我们的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就鼓励盲人，盲人跟我们没分别，他们有很有天分的，什么我们一定鼓励他，永远留在他们身边。他的音乐当中有很多的民族的元素。从很早以前我们大家就由李老师衍生了这个想法，我们想做一系列的公益活动。他的公益的演出比较多，所以说我们也是比较喜欢这种形式。我们是希望能把这台公益的音乐会带到各个地方，然后呢让更多的盲人或者是残疾人来聆听我们为他们带来的这段旅行，用音乐带着耳朵去旅行。像这样的活动应该如果能够再多一些，越多越好。关怀残疾人的事情特别好，特别重要。我希望这些盲人小朋友能像我们正常我们一样快乐的生活。我特别喜欢李老师的音乐，然后因为李老师的音乐能，就是他本身是地理音乐家嘛，我就觉得很感动很震撼。李志辉老师的音乐会感觉是一次涤荡心灵的音乐之旅。